逆旋转，漂亮，起来以后弹击，哎，弹出去，而且这个弹击是力气，潜能还是发挥出来，作为一个魔将，漂亮，出人意料，攻其不备，而且动作呢，有的时候看起来不漂亮，不犹豫，切一百。那这样能让我们运动员能得到很好的休息。哇，漂亮，漂亮！那去寻找对方的空档和弱点，还是逆旋转？哦，这个选手，他们往往在开局啊不利的方方面面，但在这个当中，我们的团队啊，从这个领导。是吧？蔡振华也好，这是值得大家学习，也是个榜样。是的，那么作为年轻队员来讲呢，得继续努力。漂亮，好的，一，所以第二次他就打第一，那也只能是十二，也前四名到不了了。漂亮。主席蔡振华一直在强调，是吧？这个乒乓球队首先是一个集体的强调。你看这手，这是怎么的？下降。哇，漂亮，漂亮！啊，不是很规则。